来，三二一，一直买定台南 ，Go Go Go！ 哇，成功销售，在我们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期间，销售金额就高达了46万1501元。当时政府含着 PC Home、Momo、雅虎、Friday、东森购物、爱上新鲜、好买市集等国内七大购物网络平台合作，举办台南龙山专区电商平台网络的特卖，在短短一个半月，就来创下销售金额达到446万的好成绩。2月21号，市政府特别举办记者会，因为在市场感谢消费者对着台南龙山品的支持。我们在2019年12月13号开始，到2020年1月31号，总共一个半月的时间，我们邀请七大电商来帮台南农产品来做一个网络上的行销，这是过去从没有的一个新尝试。那在短短45天里面，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，平均总共行销了446万1000元，那平均一天大概卖出10万块。这个其实是蛮难能可贵的成绩，因为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摆摊，根本就不需要去弄食物食品在那边运送，那只要说在网络上让大家动动键盘、动动手指，那就可以有这么好的销售成绩。这个是第一阶段的尝试，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七大电商的投入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卖农产品的数据比以往高出了至少2倍以上。对，大家是不是应该给台南市政府跟市长一个掌声？对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，因为我们充分的展现了，如果今天市政府做一个领头羊，然后带领着民间企业一起共同合作去推广台湾好的东西，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与示范。而在市场进一步来接触，按这届含着电商合作销售的试验中，市政府建立了一个大数据，知影倒一挂农特产品适合电商来行销，倒一挂农特产品更伫电商行销上，消费者的反应特别好。我们在第一阶段的尝试已经大概有一个建立一个大数据，知道哪些农特产品适合这个电商行销，哪些农特产品放在电商行销上消费者的反应特别好，所以我们依据这个大数据来调整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农特产品的行销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爱用台南农特产品。在活动期间，消费者只要在台南专区消费购买，每一次都会当得到一届的抽奖机会。上大奖是市政府日前设五台南左镜林志玲的嫁妆12项好礼，今天也来抽出幸运者。好，我们要来看看呢，我们的头奖的12礼，还有2家农场的一个门票的部分哦。好，要来恭喜的是10812170341李佩芬，恭喜这位幸运的朋友。另外，台南往来三季嘛，将要来临，三月底了后，民众会当来透过着台南农产运销公司、南洋农产国际行销股份有限公司、关庙区农会邮政商社、东山国泰等网络的平台，购买到台南在地新鲜的往来了。台南凤梨好吃，好吃。邀请大家。